五百，搁啥一块一斤的咧？八只一斤三啊五，三啊八，四百五人都是。这只三第三斤重，啥的？五百咧？五百块无人卖哦，无人卖啊！啊！来好来，我恁哥一箱。黄鱼哦、喔，黄鱼。大只是要金瓜的。够嫩哦。啊，你再哩黄鱼是要金瓜的？哎呀，五百块咧，只要搁上五百块咧，无得买。这就四斤瓜了。黄鱼搁啥？五百块啦，一尾来，两尾来，去三尾来，四尾来，搁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块无啦。一尾较无一斤的就卖一百，一尾斤外的卖。我回去台北吃饭，我都觉得哦，腰酸哦，腰酸。像这只卖了，无人买，两卖二啊。这个几块来？我这两卖来两百五千块，来二啊个，两百五十块。后边来，来我。哎，谢谢嘞，少两百。白酒啊，白酒。白酒一杯一百，你后讲你搁几杯？啊？白酒一杯一百，你后讲你搁几杯啊？啊，这饮料怎卖？三杯就好。饮料用挂开的，这是你要卖饮料？这五百箱嘞。这个是啥物啊？哎，两百。啊，白酒嘞？白酒啊，白酒好嘞。啊，白酒卖两百了嘞。贵两百嘞，三百嘞。再到位卖五百两百，你嘛后壁较小位六条，你两百块多诶。你起你好代志哦。你个人啊无花仓，你打先好食，两百块只能够食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我坐到遮尔，讲个厉害啦。还给海吉姆，还给不？好，好食，好食哦。还给我一箱，这飞机有人来无？这鱼啊，足贵的，好食。要三百，我都看啊，就下早看啊，今麦拢无讲买。哎，这飞机啥的？飞机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一个人起来三百块，三百块，大大队友起来三百块，三百你好不好？哎，你搁等一下。来，来。那个我都不，最近物价很贵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去，昨天去加油，925000已经到29.5了，已经到29.5了。到30的时候，我那个买的，我买的只有基金，我就可以卖掉了。去年五月的时候我买的，那时候跟那个另外一台的，另外一台在吵架。那时候我买的。没领导。我刚才去买用，我昨去台南吃一尾车比咱安尼鸟。啊。四百八。啊，你有吃哦？有啊。有好吃无？哈哈哈！我来用吹这贵的应该，这贵的应该好吃。啊，那鱼也好吃，不管你安怎煮都好吃，听我说。就做你个煮汤，哎呀，中意吧？来多来。你刚刚讲你人在吃？哈哈哈！真的很贵，采购现在400块，哦，你到时候人家四百，人家四百五，哦，四百的，多。你大只的，四百不要吃，无你是大只啊！喂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我是说92上30，九二四百块。我是说925000，九二上三十。四百块，四百块就包头了。我在去年五月的时候就说92一定会上三十，那时候92是18块，那时候92是一公升18块。用真的，比我好人，你卖一支干，前年超出一支卖百哩，两支你也是，你也是，你也是四啊八下，四百三百了，四支拢下来，三百了，200块就是200块就啦，200块。一寸过了，过了过
哎呀，一个上来200块，两百块。92已经29.5了，92已经29.5了。来，安尼好来，各位一下，有小吃什么？哎，我姜姜来了哦，那肥肥要来吃吧？今天是多种煎啊，肥肥。来，这阿坤，你要有什么吃嘞？我问起来，买300块，是买两块，这三块、四块啊，300，五只300嘞，这买过上来300块了，这买剩50块来，这买过来300了，不要吃无大了。行，来这边来了，来你。所以我跟你们讲，怎么去对抗油价？怎么对抗油价？那你觉得油很便宜的时候，就去买石油的相关的金融商品。等到涨到很贵的时候，你把它卖掉，这一年来的油钱就全部赚回来了。大货车不会啊，大货车就离他远一点。你们开大货车也很怕人家靠离你们近，对不对？你们开大货车也超怕那个骑摩托车的离你们很近，所以我都会离他至少一两公尺远。你们超巴机车，你们 A 到他，你们也很头痛。这路有什么吃无？
我问姐姐外这波大啊。啊，这两只搁200块，啥卖？是要进外啦？两个钓也免出来啊，我大啊。挂了外啊，后来安尼啦，你做阵捡来嘛无啊？对，回机。我安尼和你讲，和你讲公面上卖箱，我袂好无？回机。和你讲安尼，你讲安尼，你讲好啊。对啊，主要就是要出钱，然后又要花时间去，然后又有一件事在心里面。后来就是变细条呀。哎呀，200块了。这下，海瓜子。海瓜子肉。哎、欸，现在听到海瓜子，我都觉得好烦。还能发的？还200块的，海螺啊。哇，4米半。还要几千块？200块。海瓜子太过去大粒，能发的，能发吗？我姐姐都买只，一股要300，一股都买300公。嗯嗯，买什么？怪呀，你是创啊？电池第一怪，那激动啦，钱还较稳定，再低点了。哎，我来过一下来，哎，三百一万了哇？可以啊，是啊，一包，那是几包？可以啊。你当初买一包，敢不是？这一包。你买一包偌济？300，夭寿的。这一包。一包啥会300的？25对啦。哦，是讲人夭寿，你买25。不使哦。那你的物件袂歹，你这样都买，他都不会。哈哈哈哈哈。300一万。几年啦？以后袂买，无想要跌的吧？无想要落的吧？五斤重的咧，来投资。加钱了。哦，刚刚好点嘞。正喜用生吃哎。哎，你点过一包汤锅。这个吃木鱼丸就是那个小胖弟，拿起来就直接吃了。我来，我要一声来红的，红的有人来无？红的一包2块。一审宣判对方还上诉最高法院，我靠，高院法院听起来就好烦哦。挂好了，2公斤哦，2公斤重啊，200块了，好啊啦。冷霸，挂好那个，对吧？应该是谁？大点呗。冷霸。现在呀，大点呗嘛是该买冷霸啦。冷霸我现在啦，老板要不要200块啦？红梅哥现在冷霸好大哦。家人买300好不好？600，哦，买一包啦，800块就好了啦，五斤重啊。契尔的意思是说，他没有问到他，但是行车记录器没有拍到，所以判决下来就是他有业务过失伤害，判了90天。这下，这拢来，打包拢来，一个人给你300，300块。哎，这夹泥巴来啦，今年啊，这夹泥巴送你啦，300块对啦，300块，下巴啦，你下巴无啦，送你大头了，糖油伞，300，快啊，300块你无大啊啦，300块啦，我送你要偷你啦，哎呀，300块对啦，300你，但只袂好你放咱200块落啊，这只卖你300块，快，好到啦。太小了。好啊，无啦，我做阵今日要爱先你讲讲，我恁讲，无要入量的啦。最大哈。哎，这高，你跟你们了，这无糖的吧？微糖的啦。哦。
服务场地里没了哈。哦，虾仁才300块。300。对。钱都懂没了。对啊，你刮，你用刮。五块了。500块。500块。不然会飞机吧？刮哦，虾仁才300。气了，一次就下刀了哈。300块。很恐怖。那150万。真的全赔吗？还是有弹？有弹。过来要虾仁不？300块。还是较少，这200块了，200块了。对。啊，过来。啊，过来，哎，过来。哇，过来，过来。你应该很干吧？就是我根本没有弄到你，结果无缘无故赔了15万。过来，莫不来大货不 ？Hello， 墨西哥的朋友你好。不然我不乐意吧。你刚刚卖200，现在卖100。二过哩。是这样。过了。刚刚200是这样，100现在剩这样而已啊。100了，对。100块呢，你俩呢？还有200呢，这一百呢？不一样哦，价格比较多。哎，过来，不过来，一个现在100，100块，100拢有哦。找四百，搁食什么？搁要食啥？咪，我收，给收了吗？收大头。哈哈哈！你想要打去啊？律师私底下找你谈，就是叫你接受的意思吗？他跑去后面干嘛？还有什么？购物款、鸡块，剩这些啊、哦。鲑鲨鱼，鲨鱼骨，还有一些肉。诶，人咧煮饭，囡仔煮饭食这上好。对啊，你食这上好，你细汉拢食这啦，你细汉拢食这，所以食到这大汉。不是、啊、他切的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多少钱？这个是多少钱？吃不要一块两块。草莓。草莓的三三。哎呦，你今天不要这。三三哦。啊！你后面拢无搭咩？你定是叫你，我毋捌坐，我来去的。我叫你坐啊，你坐啊，你讲叫你坐。200啊，一个200。多来。
哎、欸，我觉得没有很多，怎么卖起来也这么多箱子啊？我觉得看起来没有很多，应该后面也那么多箱子。对，十点了。我看起来无啊多，那想我嘛啊多。加一点嘛，你回去多少？今天再多少？有啊。还好吧？你嘛应该知影拜二袂使再上车。拜五还无。拜五拜二我歹在，我无。拜五唔那济人。那。今天比拜五还好。嗯拜五地五时啊有啊。哦。拜五地五时啊有啊。有诶，万七早点都时啊。哎呀，不啊，才一百块而已。企鹅这四年对这方面的知识全部都了若指掌。六百。你这个可以送我吗？应该袂透啊，家人。嗯，你袂透啊。好，谢谢。我要一个小袋子。我弄我的啊，我把我弄我的啊，
我那里真的。哈哈哈哈哈。来了。你先坐，等你弄完咩？可以啊。你们外面冷静啊！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，要休息。有啊有啊，你要有啊。要楼梯不？有啊。有啦。会吧。有哦，无钱免钱。一百一百，一百一百，是斤的啦，敢是？无，一百斤我的。斤我啊，一百斤我的啦。是。哎呀，看到知啊，看有哦，就起着。你啥？免钱哦？免钱的啦，送伊，拢送伊。最合适啦。你去开1500，你搁一箱无？哎、欸，我收，为着你，我来放好开。你收啊？哎，两万五千嘛。几块金瓜？几块金瓜？几块啊？对啊，龙王今天休息，真是。几块肉来？哈哈哈！我龙尾肉三百，四百，四百。三五块啊，我才五百。五百，五百。卖掉了，一百卖一百，三百卖两百，少呀。要放下面吧。啊，不啊，不啊。我要接，真是好儿子哦。对啊，他真的是好儿子啊。一个礼拜来几天？竟然答应，竟然答应爸爸来这边，今天来这边卖。这里是在西屯国小，竟然答应，竟然答应爸爸接他的。接他的工作。好肥啊！好神经。好啊，兄弟啊！来啦，快些。你不打来吗？我来摸。来呀，我摸。今天我家这个海绵是不是收音不错？没有风切声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公布了啦。我叫伊加这有效呢，伊讲个收音最好呢。哇，你倒数啊！来，你来倒数，紧来。来五。等一下，过来。四。好，他喊。三。啊，你要自己有变动作啊！三。谢谢大家，你们讲。哎。来，他真的很敷衍呢，我重新倒数一次，又敷衍。做事情都要认真，就算倒数也要认真。五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是，是，今天收音真的好好，对不对？他太敷衍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倒数比较有诚意，对不对？品质很好。三，起龙，hello，大家应该今天还蛮开心的哈。礼拜二就有这种直播可以看，是不是超爽？啊，你的红茶是要喂他，什么意思？后面。我后面一点。好，倒数一。4000。没有，他只有今天，他是今天帮他爸爸，本来是他爸爸要来，可是他爸爸说他今天很累，没办法来。昨天就说今天很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办法预测今天很累。别人说他坏话。昨天就说今天很累呵呵，好，拜拜，我关了哦，拜拜。哦，你说红茶是要给我的哦？你说那边有一杯饮料是要给我的哦？是吗？可以吗？那是你买的吗？微微，我看一下，你说那一杯饮料里面有一杯是我的、哦，是吗？好了，我关了，我等一下拿一杯饮料走，收了、哦。大家去休息吧。
或是专心上班，不要再偷看，不要上班又偷看了，拜拜。